还有橙色半排扣黄色。嗯，然后 Debbie 现在穿的是27，你会觉得太松或太紧？那裤子吗？嗯，不会，刚刚好。但是因为我的肚子是松的，所以它会挤肉。可是如果是正常的女生的话，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正常的女生没有生过小孩的肚皮，可以稍微拉一下。正常的女生是不会稍微讲。不，你要什么？我不要，没有，我只是你要打，没有，不是要打穿，我只要让大家看一下裤子的舒适度。但是它的就是腰弹性什么的都是好的，对。你做穿几？27。27可以，27我以前是不是也做穿27啊？没有，你穿26。反正我觉得还是需要努力了。Debbie 在 model 界是比较轻盈一点的，黄色。不会，因为我本来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很好啊，刚刚好。陈慧说黄色跟蓝色推什么色？蓝色在哪？这个，蓝色在这里。我刚月满。那件呢？那件。我喜欢黄色，我喜欢这个身上的，我也喜欢黄，比较特别一点。我喜欢蓝色，我比较保守一点。好，那我比一下。不是，因为刚刚有穿其他蓝色。哦。我蓝色，蓝色给大家看一下，蓝色感觉。其实两个颜色都很好看的、啊。好，再后面一点，看起来比较小。这个看起来比较亮一点，对，我比较亮一点。然后裤子的话是舒服的，然后也是够薄，然后弹性非常好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穿一圈，差不多就是在脚踝。我刚刚有什么没穿到？那个许愿鞋排扣针织。哦，这件裤子还蛮好的。